去，还不去，少废话，赶紧端走。好。我去。吴队长，哎，我先告辞。哎，别，哥，还有好多菜没上呢。你死跑堂的，我告诉你，格格生气了，他要走了。今天要是格格走了，你信不信我把你店给你拆了？吴队长，格格，我走不走关他什么事啊？夏少掉头，格格，莫雅格格，你也来吃饭啊？是啊，遇到你太好了。哎，格格不喜欢别人坐在他身边。他是我朋友，不是别人。快请坐。坐，是菊花鱼。你对粤菜倒是挺熟悉的啊！我跟着师傅在广州学艺多年，当然熟悉了。啊，这是粤菜啊！哥哥，我一直以为是淮扬菜呢。对，我听你说过，你在那儿学武。难怪那么厉害，可以打退亚郎他们。哎，哥哥，亚郎我们也打退过了。对了，我听说月底有镖局的亮镖会，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亮镖会，很想看看。你会参加吗？那当然。那我更期待了。只要格格能来，我一定会漂漂亮亮的，多亏给你看的。真的？当然是了。少镖头，我有点事，先失陪了。啊！哎，哥，这还好多菜没上呢。哥，我就纳了闷了，这世界上怎么有那么多人来搅局啊？进来。这是信义镖局送来的帖子，是月底的亮镖会。放下。是。现在想起来，让我给你一个面子。当初在圆月阁的时候，你怎么就没想到要给我留个面子？嗯，想让我赏这个脸，恐怕很难了。这个面子你必须得赏，阿玛。你怎么又在帮着镖局的人说话呢？因为镖局对我们的确有用啊。反正我是不希望和萧定邦这种人有任何的来往。不过就是在青楼争风吃醋的小事嘛，怎么可以影响到大事呢？说起那个圆月阁，阿玛，您对那个月娘还真是用心啊，可就是弄得咱们府里的账面难看得很。什么时候也轮不到你管这个。是，这事儿是不该我管，可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咱们现在是什么情况了？还能按照大清朝时候的规矩来吗？你吵架，吵得越大越好。阿玛，我们现在非但要和信义镖局有来往，还要和他们搞好关系。我决定了，过几天我要去关外进香，我要请信义镖局的人一路护送。今天是不是铁了心要跟我对着干呢？再抽厉害点，再抽厉害点。
哎呀，你这是在偷听什么呢？自讨没趣，报应。哎呀，阿玛，咱们走。好，走。哎呦！哎呀，阿玛，走好。好，乖女儿，我们就按照你说的那个办法去办。嗯。这个死丫头，她又跟王爷说什么了？这么快火就消了？哎呦！哎呀，总镖头，这次格格去关外的定远寺拜佛的事儿，就拜托你们了。哎，要老管家您亲自走一趟，现肖某实不敢当啊。至于王爷府的这趟镖，信义镖局定当全力以赴，绝不让格格伤到一根毫毛。有总镖头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，一切有劳。告辞。啊，走好。爹，我们这次要保护莫雅格格。老爷，是王爷的托镖呀。哎呀，那这次可就赚大了。你们俩这干嘛呀？啊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这当然值得高兴了，是不是桂姨？对，对极了。你们俩呀，嘿，这王爷府托镖可不是小事儿，这要是有个万一，可不是闹着玩的啊。我得找老胡他们好好合计合计。哎呀，姐夫，爹，怎么了？你看你急什么呀？看看看，这老毛病又犯了吧？你要是这样子，我可不能让你跑这趟镖啊！宁愿咱不赚这个钱。你才急了呢！我没事儿，这不好好的吗？这趟镖我一定得盯着。再说我还是总镖头嘛。哎呀，都一把年纪了，还逞什么能啊？你是总镖头，下个月你就不是了，奎儿就是总镖头了。我说呀，要不然这一次就让奎儿去吧。啊，他既年轻，武功又高。不行，他江湖历练不够啊。哎呀，不是还有老胡他们呢？老胡他们也能帮他。你要老不让他去，他上哪儿历练去啊？是啊，爹，有大成叔他们在，不会有什么事的。也对，这信义镖局很快就要交给你了，让你多去跑两次，学点经验也好。吴奎，我们信义镖局几十年的信誉都交到你手上了。嗯。哎呀，你别把话说这么重，把他再吓着了。奎儿，那个定远寺也没什么啊，我都去过好几次，你呀把心放宽啊。嗯，现在还有一件事要解决。什么？什么？这可要大大的得罪桂姨了。你要为圆月阁的那个骚货赎身，我怎么也不会答应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就这么定了，不准再说了。哼。大成啊！哦，快进来。哎，老大，前些日子大家找源头道人找了那么多天都没消息，要不咱算了吧？不，您是怕对镖局失了信，怕道上朋友说我们不守承诺，不好交代？老大，你现在最不好交代就寨里的所有兄弟，你看看，他们快穷死饿死了。这么多天，你看看啊，咱们山海镇进出了多少货物啊？可咱们就不能抢，眼睁睁的看着一块块大肥肉从嘴里飘飘飘的溜走了，我们心里急呀。你，老大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，是家里所有兄弟们的想法。
就是掐死我，我也得把话说明白。你得让兄弟们活下去呀、啊！手，说。大当家舍脸，有这个想法的，举个手。看到了，大家都这么想的。老大，咱能不能就先不管那个源头道人，先开张？刚才镖局派人来说，萧少镖头亲自为你策划了一条绝对安全的路线，就算是纪念的土匪也猜不着。啊？哦，还专门为了您安排一个丫鬟伺候您，说你认识。格格，你放心吧。我认识的，谁呀、啊？有没有要脱镖啊？老板，你要脱镖吗？俺的验镖局又快又便宜，有没有要脱镖呀？嗯，老板，俺的验镖局又快又方便还便宜，那您要不要脱镖啊？得了吧你，文件掌柜的自打你上次送的东西以后，他床到现在都没起来呢，你饶了我吧你，走走走走。不是俺脱古董不就行了吗？面具。有没有要脱镖啊？俺的验镖局又快又方便，有人要脱镖吗？雷儿，脱镖。雷儿，少镖头，你要脱镖吗？不是。哦。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俺去拉生意啊。去什么呀？你这一人镖局也该关门了。那怎么可以啊？我问你，你是选信义镖局呢，还是你这一人镖局？干嘛替你们家镖局啊？俺都已经发过誓了，再不会回去当丫鬟了。哎，这次不是当丫鬟，是当烫子手，也就是未来的镖师。这是我爹决定的，桂姨她管不了。镖师？俺能当镖师啊？嗯。啊？来，快走。铁馒头，上好的白面馒头。奶奶，你干啥要吓？你干啥要吓俺吗？谁吓唬你了？你看，哎呀，好心起早给你做了一大袋子馒头。啊、那鬼叫鬼叫的。奶奶，你给俺做馒头干啥呀？你今天要走镖，路上带着吃啊。哎，另外啊，你记住，你别全吃了啊。你留一半给五魁少爷，人家没少关心你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奶奶，哎，骨头，你可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了！哎呀，疼呀，疼呀！哎呦，奶奶，对不住啊！
没事没事。哎呦，这两三年断一次无所谓。哎呦，奶奶喜欢。今天走镖，别晚了啊。哦，奶奶，阿泰赶紧走了。哎，说走就走。哎，馒头。俺上一次跨进这个坎的时候，还是来当丫鬟的。可这一次，俺再跨进去，就是当镖师啊！没想到我这只小土鸡，还能当上信誉镖局的镖师了。雷公雷母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了。镖师，可是他们说女孩子不能当镖师，俺这样会不会空欢喜一场啊？雷儿啊雷儿，你真的能当镖师吗？能吗？是啊，听俺这样，怎么才能当英勇威武的镖师啊？雷儿，哎，你坐在那干嘛？快进来啊！五魁少爷，俺忘记俺的力气大了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，俺这次一定要进去。谢谢你，五魁少爷，谢谢。哎，谢呢倒是不用谢了。不过你力气还真大，快走吧，我带你进去。嗯，走。今天的这趟镖意义重大，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，折了我们信誉镖局的威名。是。雷儿，你过来。各位，我要隆重介绍这个女孩，她叫雷儿，是我们镖局里边新的烫子手。我们这趟镖比较特别，为了更好的保护格格，我们需要像雷儿这样一个女孩来做烫子手。她虽然是个新手，但他力气大又能吃苦，你们可以尽量的使唤他。最主要的是，各位，格格认识他，而且信任他。我见过他，他不输给咱们男人。灵儿，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找我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咱们镖局的人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好了好了，出发，月底前一定要回来啊，别误了咱们镖局一年一度的亮镖会。是是是。出发出发。你可不能跟咱宝的女眷随便说话聊天啊！啊，我知道了。弟兄们，都进去啊！啊！弟兄们，赶紧卸货啊！停！哥哥，你去忙你的吧。我等雷儿来帮我。哥哥来来，你怎么不扶哥哥一下呀？慢点啊。谢谢。哎，慢点慢点。杨管家，
奴才在，奴才听格格吩咐。你把我待会儿要用的东西放到我屋里，其他的都请他们看管好，尤其是拜佛用的香礼。格格请放心吧。啊，格格，我刚才呢已经让掌柜给你准备最好的一间房了，虽说简陋但还算干净。出门在外哪能讲究，少镖头谢谢你的关照。啊，杨管家带路。哦，哎，少镖头，俺有话跟你说。你说。俺奶奶给你准备的白面大馒头，俺一路上都没舍得吃呢，给你，你一定要拿着啊。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哎呀，俺一路上都没有舍得吃，你必须得拿走一半。我收还不行吗？不是说给我的吗？这白面馒头都炒成这样了，那俺就不给你吃了。俺先走了。我们就绕了个远道，至少比原来的时间多走两天。是，我想过了，这就绕过了亚郎他们经常出没的南山，还有山岔岭，这个远路绕得值得。总镖头也常说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啊，就照你的计划办吧。格格，格格，少镖头吗？有事啊？啊，没什么事，我只是问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有。什么问题？我刚睡着就被你吵醒了。啊，真是对不起啊，我现在就走。等一下。吃吧，明天还要早起。没关系，你快点吃。好，那我吃了，我吃了。是吧，没事吧？啊，怎么了？哥哥，请您多见谅。少镖头性情中人，刚才之事不必挂在心上。谢谢啊，很好吃。应该用吞吧。啊，家人赐予的美食居然被我囫囵吞枣，真是暴殄天物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叫做驴打滚。驴打滚什么呀？
这名字是不是听着特土，而且特吓人？但是特别好吃，又香又甜，而且还不腻人呢。是吗？你们都没见过吧？那盒子一打开，哇！哎，你们都干嘛呢？啊，还不赶紧崩台脱条？好。大成叔，啥叫做崩台脱条啊？好，就是让他们回去上炕睡觉去。哎，别忘了啊，回头找人拆轮子啊。好嘞。拆轮子？哥，谁轮上这一宿就别想睡了。担心啥？这种苦差事又不会轮到咱们。对呀，这怎么有新手在吗？雷儿，拆轮子就交给你了。啊？齐哥。哦哦，好的好的，辛苦了雷儿。放心吧，俺去拆轮子。哎，这镖局的行规也真奇怪，拆啥轮子呀？小贼，看不砸了你！出个声，你说万一我这手一重把你给砸死了可咋办呀？唉，不过这说来呀，这整个客栈就咱俩最辛苦了，大半夜还干活。不过呢，这是俺第一次走镖，干点累活呀也是应该的。对了，你呢，当伙计当了多长时间了啊？你咋不说话呀？哦，俺知道了，你是不能说话还是听不见？这样是最好了，这是俺第一次出镖，所以俺心里可开心了。这镖局里啊，有好多好多的行规呢，都特别新鲜。俺跟你说，估计你都不信呢。俺现在啊只是个烫子手，不过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俺一定能成为正式的镖师的。好了，哎呀，怎么包成这样了？哼，你都不知道。俺们少将和武魁有多聪明，他专门设计条路线，俺们彻夜不走南山，绕走西边，穿过果子林，不到地铁寺，为了不自杀，假装那是仇神。嗯，没事嘛，哎呀，吃了米皮干啥？这还有一半完成呢，你还行不？俺去给你倒点水，等着啊。好你个小五魁，等着受死吧！这可是天助我也！哼，这个傻丫头！啊，这轮子怎么都给卸了？莫非这是架黑店？可是黑店怎么会只弄坏轮子不抢货呢？那这谁干的呀？是俺，俺花了一个晚上把这轮子全部都给拆光了。你不用夸我，俺是个新手，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还应该的？如果今天晚上咱们再有这种事情，尽管吩咐俺，俺有经验了，再来个半宿，这些轮子全部都能拆完了。真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怎么了？他不让俺拆轮子吗？那你现在还骂俺呢？哎呀，那是行话，就是要你看着一宿，不是真的让你拆轮子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他让俺拆轮子的，现在还骂俺。大声说，您别生气啊，雷儿也是第一次出来走镖，什么都不懂，弄错了意思也不能怪他。昨天要不是您教我，我也真的以为是拆轮子呢。带这么个生手，这往后
还不知道要捅出多大的娄子。大圣叔，这一次呢，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只要他知错能改，那就算了吧。莲，还不快点把轮子装上？哎，马上装上，马上装上。你赶紧做啊，我去安排人去。嗯。来，我来帮你吧。幸亏大当家在客栈乔装盖扮，要不然我们埋伏在山岭上的兄弟们就要扑空。得赶快让兄弟们埋伏到果子岭去，镖局万一为我们上当，肯定会放松警惕，到时候我们还不是手到擒来。不过我们虽然是轻装，跑得也比他们快，可是相差距离这么远，咋时间上来不及？玉会下，哥哥病了，走不了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让兄弟们埋伏到果子岭去。这我走了。大圣叔，怎么办呢？哥哥突然心口痛，昏倒了。啊！哎，走。哎，大圣叔。啊，你要干嘛去？咱们啥时候才能出去啊？那也只能等天下完雨了，咱们才能走啊。嗯。哎。你在笑啥呢？看你幸灾乐祸的样子，跟这个鬼天气一样讨厌。这雨啥时候才能停啊？张白头，去哪儿啊？莫丫头突然心口痛，我现在正急着赶去买药呢。啊，下这么大雨，你别去了，让俺去吧。你好好照顾莫丫吧。哎，你知道这附近哪有药铺吗？出去左转。哦，那个人你认识啊？他是这客栈的伙计啊。伙计？我怎么没见过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俺先去帮你买药了。给俺，走了啊。哥哥。水友，来，哎，都这个时候，你就别再逞强了，哥哥，还是让我来帮你吧，啊，来。又觉得酸酸的。俺知道了，一定是那邪门的雨，俺来回又被淋着了，所以俺就病了。嘿嘿，俺就说嘛，俺一定是被那雨给淋着了，所以俺就怪怪的。嘿，没事，回头熬点姜汤喝就好了。嘿嘿，这药真有意思。你们都往果子岭去了。好，我看你，不如趁镖局人在，干脆探探他们的地，特别是为个小五魁，咱可是在他手底下吃过几次亏了。你先去。好，好，快去。来，我要去试试他的功夫。
客官，水来了。哦，伙计，你来的正好，再给我倒点水吧。好。好了，别怪他了，快再去熬一碗。知道了，你别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，帮忙。要来了。哎，怎么要让你送来了？哎呀，对不住。帮你放药引了，对不住。你怎么这么大意啊？还好莫雅没喝下去。那一会儿去煎一碗。我先给他扎几针，看看能不能把病势给压下去。果然还是不能小瞧他。愣着干啥呢？煎药去。拿去。没有想到我们这样都探不到底，这个小乌葵真是深不可测。等没到，等没到，你这个药到底有没有煎好啊？好了，快点儿。这还差不多。小心。安子，接下来咱啥时候去过子岭呢？小梅蛋，少爷说了，这药太热了，你想办法给弄凉点呗。有。还是你会想办法。行了，走了。好，你有没有啥甜的东西啊？格格说这药太苦了，他喝不下。有。这个桂花糕，甜的。行了，这回可以了，谢了啊，走了。对不住啊。幸好后头有个洞，给我爬出来了，不然再挨你一脚，我都横着出来了。哎呀，大当家，你是半伙计，不是真伙计，咋我一个丫头要你做啥你就做啥？他给你喝了啥迷魂汤了？以前你在山寨不是这个样子，说出去都没有人信。哎呀。你是半伙计，不是真伙计。咱们一个丫头叫你做啥，你就做啥。哎，小梅蛋，你在那站着干啥呢？咋不进来呀？进来呀！哎，你刚才是不是俺把你使唤的使唤怕了？刚才呀，俺是看见格格生病了，所以心里着急。你别怪俺啊，俺在这儿呢，给你赔个不是。俺是个粗人，不会说话，你别介意啊。我给你烧火。哎。爸。哎，俺弄的是姜汤，一会儿也给你弄一碗呗。好的。俺看你这小身板挺不错的，你有没有想过要练武啊？俺觉得你练武一定成。
如果你练好武了以后还当小伙计的话，那你就觉得太浪费了。嗯，你应该学习俺，当一个镖师。镖师算个屁！虽然吧，俺现在只是个套子手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早晚的事儿。哎，这一宿没睡，俺都快困死了。哎，你别误会啊，俺不是说你当个小伙计就没啥前途，俺只是觉得吧，你当了镖师以后啊，就更有前途。哎，你都不知道，当个镖师可风光了。哎，镖师，镖师。这伙计人还不错。